30岁的杨子晒海边度假照，一身穿搭简约时尚，姣好身材目不暇接。作为精英中的佼佼者，女明星在时尚中的引领作用早就成为许多时尚大牌中的一款利器。杨子的时尚资源在女星中一直没有显现出来，随着新年的到来，杨子也进入了而立之年。在事业上，从一直高涨不下的人气也能看出杨子的能力，而杨子在穿搭上也渐渐有了许多的模仿者，每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都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连杨子的身材也变得婀娜多姿起来。我们来看看杨子在1月7日晒出的海边度假照，一身简约的穿搭一样表现出时尚感。从杨子脸上露出的舒适惬意的表情看出美丽的魅力。杨子晒出照片应该是在三亚海边度假时拍摄的，看得出来一身休闲的打扮让杨子看起来有些飘逸的感觉，而杨子的好身材也展露出来。正如网友的评论一样，看到有人评论杨子胖后一直不愿意相信，现在看到一身休闲打扮的杨子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杨子有这么好的身材不会胖。不过杨子的穿搭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长袖的 polo 衫搭配条纹运动服简约大方，而头上的渔夫帽又为杨子增加了时尚感。从造型上，杨子上身采取的是长袖圆领的 polo 衫，这种造型比较适合度假的穿搭。这种造型的特点就是穿着十分的舒服惬意，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从时尚上，杨子的一身穿搭甚至有些普通，仅仅是两件单品，这与那些靠标新立异来赚取眼光的关注度有些背道而驰。但是在杨子的身上依然展现出时尚的品味，从这里也能看出日常的穿搭通过单品的搭配一样能够展现出身材的优势。而最好的时尚就是将自己的优点进行放大，将自己的缺点进行掩饰。